减肥没有窍门，管住嘴啊。长平的合伙人中医体育啊，过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未来东莞旗舰的底薪的店的一个整体。这个周边多少小区啊？一眼看过去，这全都是商机啊！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太棒了！网球、篮球、羽毛球。到虎门甲一的楼下。夜市啊，全部都是吃的。你说来这儿打球怎么减肥呀、啊？你到了啊，这个于教练，我们小时候打过比赛，在香港，那个时候他18，我17是吧？哇，我们都是纯情的少年，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18。他们送到了学校，华南师范、吉林广体、西体、华侨，华侨是我学弟啊。长胖了好啊，他不锻炼，我胖了是。还没有，都是我胖了，我要好好减肥。你喜欢打羽毛球？他会发球了，现在。哇！会发球了，好厉害啊！啊！气死我了，跟我一样大，小孩都3岁了。